娘，这是我哥张年吧？娘，对不起，你要想哭，你就痛痛快快哭吧。娘，胜利把这个牌位烧了，一哥，我的解放没死，他就在咱们身边。解放，胜利，往后这过去的事儿就别再提了。你哥，他都在娘心里揣着呢。往后，咱们娘仨好好过日子，啊！娘，娘，娘。娘，这药熬好了，您趁热给喝了啊，别烫着。哎，胜利加班去了。胜利长大了，也有出息了，厂子里的人啊都夸他呢。儿啊，你也坐下，坐下，娘有话跟你说。哦，好，您说。儿啊，你的心思娘知道，解放他，你是替解放孝敬我，照顾我，这些娘心里都明白，都明白呀。这些年你比解放还，你比解放还像我的亲儿子。孩子，也许哪天你要是说娘我得走了，我这当娘的肯定不让你走，因为你在娘的心里就是解放啊，你就是我的亲儿子啊。可是今天娘得说，孩子，你该走了，你今天就走吧。啊，娘，你咋了？是不是我没伺候好您？是儿子哪儿不孝顺了？我要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您可以打我骂我，可是娘，您不能赶儿子走啊，您不能啊。孩子，你样样都想得周全，做得周到，娘一个不字儿都说不出来呀。可我不能老把你拴在我身边啊，啊！你咋不想想，你都多大了，你得成个家呀，你得去过自己的日子。要是哪天你成了家，再娶个好媳妇儿，哪天再给我生个白白胖胖的大孙子，见天的来看看我，这一家子热热闹闹的该多好啊！啊，听娘的话，走吧。
走吧，娘不能再耽误你了啊！不，我就不走。娘，解放哥要还活着，您会让他走吗？您不会吧？您就是让他走，他能走吗？他也不会吧？娘，我就是张解放，我就是您的亲儿子，我就不走。解放哥，解放哥，坏了坏了，出事了，张胜利他出事了。你慢点说，胜利他咋了？今天厂里的锅炉坏了，张胜利他冒着死就关阀门，结果锅炉突然爆炸了。张胜利的，你说，娘，娘，娘你怎么了？你醒醒，你醒醒，娘，你别吓我。娘，喝点热水吧。娘。胜利他也去了，他是因公殉职的，跟俺解放哥一样光荣。您就别难过了啊！他们不在了，还有我，还有我这个亲儿子，我会像以前一样，一直守在您身边。我还会按您的要求。给您找一个好媳妇儿，跟她一起照顾您，伺候您。我还会让她生一个大胖小子，给您生个大胖孙子，让孙子每天都围着您转，管您叫奶奶，让您乐滋滋的疼不够。等他长大了，也让他伺候您，孝顺您，给您买好吃的，好喝的。娘，求你就别再哄儿子走了，你就是打死我，我的魂儿也会守在您身边陪您一辈子。娘，娘，你说好吗？儿啊，娘的亲儿啊！后来啊，我就替解放还有胜利给他们老母亲送了重物。哎，你也替我们这些战友们当了一回张解放家的儿子。哎，娘，你的亲儿子回来了，他可以去那边伺候你了。战争啊，把什么都改变了。那场战争的影响没变，咱们战友的情分也没变。前两年，我儿子去深圳了，挺孝顺。这不，回来接我来了，让我到那边安享晚年。可是我知道我走不了，我兄弟的事儿还没完呢。
人牺牲了，总得有个名分吧。可是这50多年，就没有一个人到家里来告诉，说他牺牲的消息。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但我知道一定是哪儿有问题。这要是真是有问题，那是咱们当兵人的耻辱。我不能说，我说了，就等于揭了咱们当兵人的伤疤。可我这些年，没有一天过得安稳过呀，就等着这张阵亡通知书呢。谢谢你啊，罗永怀同志，帮助了我们。不，老嫂，是你们帮助了我，让我从谎言中解脱出来了。本来我可以变回原来的名字，罗永怀。我想好了，不改了，就叫张解放，一直叫张解放。这也许是我留住这段记忆的唯一方法了。来到底是什么任务呀？要说采访吧，我跟他们一块喜怒哀乐做同样的事情。我现在已经是老战士送阵亡通知书队伍其中的一员。要说不是采访吧，我还得整理素材写成专题，让世人知道那些被遗忘的烈士。我现在的心情啊，怎么说呢？说了你也不明白，说说呗。都多少年没见了，我都不知道你干什么的。嗯，这么跟你说吧，我现在正跟着两个老军人，他们在做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。我想跟他们一起把这事情完成之后，出一个大型的报道。军事报道，有人看吗？军事报道是很表象的东西，我要做的比任何一场战争的结果都深刻。战争的残酷是毁灭人的生命，而他们，曹柳和秦先贵，他们做的是让人性回归，让烈士的灵魂活着回去。三日不见，当刮目相看啊！比起在学校的时候，你的变化可真是太多了。白骨精，哦，白乳清美女，跟着这两个老革命一段时间呀。突然对咱们现在的生活产生了怀疑，哎，你说，跟他们相比，咱们现在这样的生活有意义吗？有还是没有？这是个问题。哟，你玩哈姆雷特你？玩深沉。你知道，这两位老军人他们在做什么吗？他们找到了当年渡江战役上留下来的一批阵亡通知书，那些可都是一起打仗的兄弟。现在啊，他们正把这些阵亡通知书一封一封地送到那些烈士家属的手里面。我对他们啊，可是没话说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的那篇为老军人敬上一杯壮行酒，地球人都知道。嗯，在袁良市寻找张解放，真亏了你们栏目寻人，谢谢啊。服务员，再来一杯。好的。哎，你们可以把张解放的事儿做一专题，保证轰动呀。你来写脚本怎么样？没问题啊。等我回到江城呀，静下心来专门给你写一稿子啊。我得赶着去跟那老革命会合去了啊。服务员，这儿买单。拜拜了您的。哎，又是我买单啊？
怎么样了，老师？哎，好点没事没事，谢谢啊。嗯，哎，好。啊，哎。老曹啊，你给我讲这个罗永怀的这事儿，我心里真堵得慌。你说，我这是造成了多大的罪孽，啊？哎，你说说，我还能为那些阵亡的烈士和家属们再做些什么？阵亡通知书虽然晚了，但是呢，只要咱们诚心诚意的把他们送回家。这也是，为咱们自己赎罪，也是给咱们一点心理的补偿。哎，国家不会忘记咱们，你现在日子好过了，咱们把后边事情再处理好，我想，这些战友们肯定会原谅咱们。你说呢，老姐？曹大爷，按说呀，过去我跟了您几个月，也只是跟踪采访、搜集资料，然后写几篇好稿子上报，来完成报社交给我的任务罢了。可是跟了久了，我发现呀，我现在不仅仅是一个记者，倒更像是一个，成了送阵亡通知书的一员了。我在您身上学到了我一辈子都学不到的东西，您改变了我，真的。曹大爷，我谢谢你。哎，什么感谢不感谢的？你说咱们这一天到晚东奔西劳的，为了什么呀？啊？要说是什么力量鼓舞着我呀，那还真有。那就是他们牺牲了，我还活着。靳老，这几个月，你跟人曹大爷不辞辛劳的去送失而复得的阵亡通知书，我敬佩你。来，我也敬您一杯。喝吧，什么都不说了，喝。曹大爷。靳老，我实在是无法表达我对你们的敬仰之情，我给你们唱首歌吧。嗯，好，这么长时间了啊，还没听别的唱我歌了，我唱一个。一个人走路总不自在，心里面少了别人的关怀，大家走到一起来，寂寞和孤独不会再朝夕相处，日夜奔波，历经艰难，我们这三个原本目的不同的人，终于组成一个同心同德的集体了，就像战场上的一个战斗小组，我们是战友。维和的国内训练部分结束了，我拿了所有志愿者中的第一名。我们军区只选了七个人，徐燕为我骄傲。曹立友和庆先贵他们的行动告诉我，参加维和是一种责任和荣誉，是我们军人不可不做的事情。再有两个月，我也要走了。一年之后，
仅仅一年我就会回来的。亲爱的，每当听到你的声音，我就想告诉你，嫁给我吧，在我出发之前好吗？可是每一次想说这话之前，我都把自己劝住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淑芳，你做的是一件令人激动和崇高的事情，我很兴奋。跟着两位老英雄，你现在就是一个兵，是一个军人，你在承担着一个军人所应该承担的责任。我为你自豪。你要好好的跟他们在一起，完成送阵亡通知书的任务。淑芳，你也该回来了吧？我等你回来送我出发，想你，加油。来了，哎呀，都来了，都来了，都来了，哎呀，好好啊，哎呀，回来了，走走走，好了好，走走走，我给背着吧，啊，好好好，比翼鸟和连理枝都沉了，救我，顾燕一只啊！这个丫头啊，你还嫉妒啊？哎，你的白天明呢？我没跟他说，他是为了给你一个惊喜。一会儿我开车送你回去啊！我一个人还不好处理啊，打个的就走了，我走了啊！哎呀呀呀！哎，到我们家去，我给你做饭吃。是，花美阿姨，改天我再拜访您啊！各位领导，再见。啊，走。哎呦，你看这丫头，好吧？啊，亲啊，啊，这回说什么你得先去医院。让我去医院。这老魏啊，就是当医生的，你看谁都是病人。跟你说啊，先别心疼啊，我跟他说好了，明天一早有行动。啊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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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哎呀。爸，您回来了。哎。哎呀。哎呦。我看爸今天的精神比哪次都好啊。好啊。嗯。哎呀，啊，里里外外的辛苦了啊！哎，这个新宇呢？啊，上少年宫了，这两天练画画可认真了。没听一念所说吗？说魏大夫啊，已经提醒好几次了，让你啊到医院去检查一下。说你脑袋里的弹片啊，说不定哪天就会心药作怪。你老婆子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通知书都没送完呢，我能安心养病了？哎呦，那你就不能够停几个月啊？我要是躺在手术室，我下不来了呢。哎呦，你就胡说八道吧你。说些不吉利的话。反正啊，过几天你得到医院去好好查查。不行，你刚才没听见吗？我明天一早我就去找这马全福的家人呢。这个啰嗦啰嗦，真是的。哎，梦见刘王庄了，我梦见你和那个三愣子在井边打架，哎呀，你就掉到井里了，手脚在那乱扑腾，我就赶紧喊救人呐，救人呐！旁边的人一个都不去救你，还往井里啊扔石头，然后外面就是乱七八糟的声音，哎呀！就是他。
他杀了刘锁珠，就是他。哎呀，等我忙完了马全福的事儿，咱们就去柳王庄，就去。哎。哟，发票我可没带，今晚上，对不住了啊！算了。嗯。哎，同志，哎，等会儿，你这五毛钱少个角，这没法用。什么角也不当你花。怎么叫不当我花呢？啊，我用不出去这个，换一张。行了吧？哎，等会儿，哎，找你五毛。有毛病。什么叫有毛病？该我的你一分钱少不了的，不该我的我一分钱我也不多要。客户要跑趟长途，不是说好了咱晚上不跑长途吗？老客户给的钱高，那也不能不要命啊！挣不着钱才要命呢。攒了几十年才给儿子攒了这么套房子，一想到要卖，曹丽友也舍不得。现在山穷水尽了，是卖房还是找民政局，他左右为难。又没钱花了，想打我这房子的主意。这房子咱们煎熬了20年，花去了10年的积蓄，现在呢是要他为我为我的战友该献身了。你不是说过吗，这房子是留给我们念所唯一珍贵的财产，给做金山都不换。可现在最珍贵的那是我的战友啊，是不是？你要是敢把这房子给卖了，我就带着儿子走。给的马芬的地址就是这儿了，湖林路2下58号。叔啊，我婶婶在等着你呢。爸，叔，安全福爷爷回来了。儿啊，你又在骗我。马峰同志，
我是来送马全福烈士阵亡通知书的，他是牺牲在渡江战役的战场上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叔啊！爸，您慢，您慢点。叔，我是。马家一口香，清茶。谢谢。50多年了，没有一点音讯。我揣摩啊，兴许我盲友叔早就牺牲了。可是，我又不好对我婶婶说呀。我就不懂了，部队里有什么规定？不管死活，我盲友叔总该有个消息吧？可是没有啊，连一封信都没有。那时候居委会的领导都说，他是在部队里犯了错误，所以才悄无声息的。政府的没个说法，我向谁要说法去啊？我们来晚了，这是我们的错，我们的错了。不晚，我牦牛叔他等到了，我沈侄也等到了。几年前，我发过誓，我一定要找到我牦牛叔。活着，我要见到他人；死了，我要把他的尸骨给找回来。可是啊，我没找到，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！幸亏你们来了，把我蒙牛大叔送回了家呀！也了却了我和我婶婶一双心愿呢。我谢谢你们呐，我谢谢你们呐。这下好了，我马牛叔他清白了，我也得还我婶婶一桩心愿。过几天了，我要给他们补办一个婚礼，这是我答应过的。到时候你们一定要参加啊！
曹大爷，又把一个牺牲的战友送回了家，您心里一定非常快乐吧？哎，你不懂啊。你是不是觉得等通知书送完了，我这心里就轻松了？不是，我看见这受磨难的家庭越多啊，我这心里越来越沉重。我不忍心看他们等了50年的眼神啊，也不愿听他们等了50年说的那些话。我觉得自己越来越不行了，这都是我们曾经犯下的错误，我怕是改不完了。你明白吗？峰，是你啊！哎，进来进来进来。曹伯伯啊，我是特意来邀请你们的。明天我为蒙牛大叔、玉兰婶婶举办婚事哦，哎，请你们一定要参加哦哦。还真有几分像马球叔啊！哎，马强福啊，常玉兰，50年前就自由恋爱，后来这个马强福啊，就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，上前线，是吧？为祖国、为人民战斗。他这个在渡江战役中啊，作战非常勇敢，就牺牲在我面前啊。作为未婚妻，常玉兰就一直等大马强夫回来，就这么等啊等啊，一直等了50年。可这封阵亡通知书呢？哎，直到今天，这才送到这儿。他们终于有今天了，他们终于等到今天了。现在，咱们为他们补办婚礼。啊，祝他们在那边和和睦睦，永远幸福。
从分别在那家乡路口，你说此去应该不会很久，岁岁年年我在等候，可是你的消息再也没有。又是一个荒野飘落地球，方突然来了你的战友，白云远去，河水长流，直到你已离开我们很久。找到你在天地尽头。